你知道你穿的衣服有多脏吗？这样的衣服能卖得出去吗？怎么卖不出去啊？三二一，上链接！上链接！外贸原单孤品啊，只要九。咱们卖的还是孤品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什么孤品啊？都是小区捐赠箱捡回来的旧衣服啊！还有你手里这件，是从太平间附近的回收站翻出来的。老板就跟粉丝说：“啊、粉丝们，这些都是孤品。”外贸原单孤品，怎么还有这种包装的一次性内裤？这内裤你可千万别碰！为什么？这内裤啊，哎呀，好像吃快肚子了。哎，小林，你那有纸吗？正好我今天带了新相印大耳狗湿厕纸。湿厕纸？能擦干净吗？当然了，这款湿厕纸是饮用级纯水制作的，用起来很舒服，不仅洁净，而且很清爽，一点也不黏腻。而且它不止表面擦得干净，还能深层洁净，改善很多私处问题。我平时来大姨妈的时候也用。哦，行，那我试试啊，谢谢你啊，小林。嗯。下播了，宝宝们，我马上见啊！拜拜，慢点哦。老板，咱们还卖一次性内裤啊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啊，我这不是也想干主播，找您问问这里面有什么门道吗？行，那我就教教你。我跟你说，想要赚得多啊，就要在成本上多动脑筋。心不黑的人是发不了大财的。家人们，这批一次性内裤成本价啊，给大家送福利，马上我们上链接。三二，视频里就是这家店，一次性内裤用黑心棉做的，千万别买他家，完全黑店，抵制不良商家，丧良心主播。怎么了，老板？衣服的事儿被捅出去了，快找找有没有摄像头。老板，别找了，摄像头在这儿呢。你，还有你手里这件，是从太平间附近的回收站翻出来的。老板就跟粉丝说：“粉丝们，这些都是孤品。”宝宝们，我马上见啊。